可以这样子做得到？他太强了吧！哦，这边超屌！这个，再看一次，你看他弹回去，直接上来、欸，他也没有按 Ctrl 错、欸、哎。欧瑞莎。欧瑞莎，欧瑞莎真的很可怜哎、欸。菜饼干，他好强哦！而且他名字叫 B A L L 是 ball 吗？不是 B O L L 吗 ？ball， 哎，这是球的英文吧？啊，没了，好像这边就没了。对啊，后来他下一部影片就是推荐 support， 然后就没有看了。他叫我重新启动程式。哦。哇，他那个名字就直接叫球了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干北七哦，我刚斗阵没有更新到，已经开始更新，哇，没得玩了，他现在才在更新哎、欸，斗阵啊！刚刚看影片的过程完全没有更新到，我傻眼。那更新好，搞就结果五点了，然后五点又要玩别的游戏了。哎、欸，有沉船，哎、欸，这我们是去过了、啊，看一下。哎、欸，看过了哎、欸，之前出海的时候看过的吧，不确定耶。哎呦喂、啊！嘟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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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噜。
哎，进不去，可以了，哟。安安 ，Phoebe 吗？安安，哎，等斗阵更新，哎，好像快更新好了，哎，一半了。还没出海，麦块应该再玩两天，就再休息一阵子吧。因为再两天那个魔物更新，然后之后又跑去玩魔物一下下，然后等魔物那边又列完之后再回来玩麦块。好，完美，都算好了。赶得上什么？你是说直播吗？欸，人只要不多，车速都还好，一般般。因为这几次剪完下来，都是哈基跟团团在互动的居多。哦，斗阵可以开始游戏了。艾希的疯狂舞会到3月10号啊，不就今天？那斗阵是随缘吗？什么斗阵随缘？斗阵什么随缘？储存并离开，来改个标题哈。稍微提示，那就上线了，没有个好友上线，继续保持，确定。干怎么丑啊？钱，你看，社交就有 Kevin 上线，小于你嘞，哦，上了，其他人嘞，来啊，来打我啊，看谁打谁，你玩和尚我就抓死你，妈的，哎，不是啊，你们都不要等我玩更还是慢快开哭更好。玩其他游戏名就可以出现，就不出现。
玩斗阵的时间吗？斗阵真的很随机耶。斗阵，因为怎么讲，台湾就没有斗阵市场啊。有时候虽然好玩，可是，嗯呀，数值就很差。虽然不是说台湾人爱嘴人啊，就是至少我看得懂台湾话，好吗？啊，你那个国外我只看得懂 ED 跟问号而已，就这两个。啊，看到这两个心情就不好。你想在？哇靠！你是只有开斗阵的时候才出现吗？我想在什么？再遇一次繁星。那要遇得到啊！而且现在台有延迟，大概我说准备开始咯，然后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排到了，那你才点下去。不像之前是延迟大概只有5秒而已，现在延迟将近30秒，所以讲说开始咯。所以要么就是我们排了3分钟还没排到，你才有机会加得到。哦，对，我的仓鼠的那个球没有还来到。嗨，你好。你好。你不可以骂我。不行。不，哇塞。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。你没有良心。对啊，我没良心啊，所以为什么不能追你？你怎么舍得？胜利之势不是不会动吗？为什么仓鼠的胜利之势可以一直狂嚼南瓜？胜利之势应该是不会动的。对啊。除了那个，他拿像那些拿在手上烟火，烟火啊，对啊。可是你看仓鼠的胜利之势叫咬南瓜的，跟喝咬是不是跟喝水的。戏父也可以玩他的球球啊。哪一个啊？嗯。冥想吗？好像是。不是啊，那个是那些是角色以外的在动啊。有个小朋友不接受邀请。嗯。你看仓鼠是直接整个人在动。那可能仓鼠比较可爱吧。我想说你刚刚。玩前面玩的那个解谜游戏啊，嘿、hey. ，之前听娜有玩过，然后嘞，然后他都在开分享画面给我们一起看，然后就不开对不对？是被嘴？怎么不开？没有啊，不会嘴他，我们玩得很愉快，就跟我们拼拼图一样，很愉快。不过我蛮惊讶你会买那个游戏。没有，是那个什么苗哈说，哎、欸，有一款兔子什么解谜特价，我打开来看。
哎、欸，好像有兴趣，买之后发现没有，所以我就不玩了。OK。好了，应该没人了，没轮了。我不知道会不会断。我以为你进来第一句是哈。不是，我刚刚一打开游戏哦，才刚打开游戏哦，他就跟我讲说已中断连线。没有啊，少了一个补位啊。哇，中断的讯息。什么中断的讯息？我画面前是一个插头，准备插进去的画面，有点懵汤。我觉得你刚刚。这样，没有。你知道更母汤的是什么吗？嗯、我兜着没声音。兜着没声音。他要插不插。对，我兜着没声音。等一下。哎，我连线中断了。好，那我先停止你耶。我也要用我兜着的声音。等一下。你可以不用进去训练中心，我觉得。哦，我看到粉星画面的那个插头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啊？那个先试试看重开，就是连线不稳，搞不好是伺服器出问题。哦，那个我已经见怪不怪了。哦，你那个是网络问题，那个是网络问题，你那个常出现不意外，我这出现才意外吧。干嘛的？玩 G mode 被说这个很恐怖。哪个？你刚刚用的是什么？拇指型啊。我妹也有一个，然后她每次啊我都很生气，因为她的声音真的很大。听啊，你好的声音。这不是很大声，她是很用力播，是不是啊？不知道，反正她的声音很响。然后她都会去我们。豆子，你要有声音了没？哦，她有声音了。你可以开直播玩这个啊，玩个一个小时。我有玩，你再不挂台，再不听台啊，操你妈的！哇塞，兄弟呀、啊！干，你问聊天室，我一直有在玩，好不好？我不在乎。你当然不知道啊，老居都知道，你不知道。小朋友，豆正有声音了吗？不是，我就说有。我的意思是开台。我现在因为后面有人在吹，用吹风筒，我声音听得很不清楚。还像玩豆正呢、啊？还想追我啊？哎、欸，其实我现在那个，我看 FP 直播，我还是会每三秒到五秒卡一次。哎、欸，对，老巨也是这样子，他说我网络没问题啊，可是，对啊，看直播都会卡，然后他都不看了，他就是挂台挂着。然后我不一样，我是只要我开着直播的话，我只能看直播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哎，那我是要问，我是玩什么东西会这样子，还是一直都会这样？全部都会，都会，全部都会。哦，那、啊、其他应该是脸书的问题，对啊。对，然后他还会吃留言，有时候我都不知道你跟谁讲话。哎，这个倒是有，开始有想要把聊天室放回来了啦。可是就是你们不能再聊什么武汉肺炎跟中国那边有关的东西啊，这样剪出来不是这样子，他不知道为什么大陆那边有个很神奇的机器人，他可以侦测聊天室有没有打那些关键字，你不能打小熊维尼西什么啊，够鬼的都不行打。等一下，你一打的那个影片就是你那个哔哩哔哩账号就会被停用一个礼拜，第二次被抓到就是永久封号，所以我们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就我讲的啊，团团他们开始没有放聊天室在那个直播上。可是你有用哔哩哔哩吗？有人帮我搬过去啊。哦。你都不关心我这件事情，我讲了大概四次了吧。好、啊。好、哦。我哪知道那么多东西呀、啊？我就说我很忙很累哦。就说我帮不了你吼。啊？我也帮不了你。贝蒂安。安安。
请问这样子拍要收多久？还没到下课时间，所以我才想说，哈，现在打斗阵你没问题吗？应该会排到外国去的比较可。可是我看我们的两那个攻击之余的有四个，不是你们是补加攻击吗？所以你们是，所以我们要收一个坦、啊。不，对，我们就准备收一个坦、啊，坦有什么难找的、啊？很难找，这家的还蛮难找，真的很难找。因为几乎他们要么玩术士，要么玩，基本上很少人会玩坦克，而且还是一个人排坦克，吃力不讨好的，很难会去做。我跑到家，看到一个莱茵 shift 冲出去的那种，要不然就是玩拦路猪，自己补自己的。一般哔哩哔哩都是被举报才会封号。那帮我搬运工，那个搬运工他是说只要侦测到就会被那个啊，先封先暂停的、啊。很少是因为审核被发现的，嗯，不好说、哦，就是有人是被审核被发现的哦。对啊，这个不能赌。对啊，你看大陆那边的科技多强啊！问我们的小鱼就知道了。狗屁事！坦克失踪了。嗯，我们缺一个坦克，征求一个坦。聊天室有没有人？没人，没事，对不起，没事，对不起，不用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继续看你们的。妈的！早点嘴嘛！防守还是攻击呢？防守。哭啊！还在好好教你的。缇娜。哭啊！嗨。哭啊！怎么是我跟你啊？你可不可以不要害影啊？我先玩玩看嘛，等过后如果不行，我会玩。不要害影，我求你。没输出了啦！哎呀，等下玩夺命。那我换这只会比较好啊。你玩个击败你最好啊。没有用啊，这样子。还是你方向要转得快。我试试看啊。算了，我去打机器人练好了。那、啊、等一下排的时候我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可以好了不用练了。真的啊，你看我。哎、欸，不要看我。谁推我？是谁？你真丢脸！哭我、哦。霸凌他！哎、欸，紫神烙上。